如果你在找这 BJ 今年就能入住，而且 size 比较大的 condo， 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唯一一个 BJ 的 Lakeside condo。Serene 是由名牌发展商 Sunway 所起，是这里的第一个 phase， 占地8个 acres， 只有890间，不止 easy access to LDB highway 和 Furtherer。这里三位还有附送接送服务哦，在 Soul Residents 去到 Paradigm Mall 三位 City， 也就是 Pyramid Medical Center 三位 University， 还有 Kelana Jaya LRT Station 哦。三位 Lagoon 你有去过吧？那想象一下，你家楼下就有一个 mini 三位 Lagoon， 有210米的 Lazy River， 6个lane 的 Olympic Length 游泳池。还有在50楼的 Sky Jacuzzi， 是不是很过瘾呢？除此之外呢，还有Sunway Medical Center Support 的24个小时 Care Center， 那住在这里呢，小朋友开心，老人家住得安心。Serene 总共有8个layout 可供选择。那今天带你看的呢，就是这个1788 square feet 的示范单位。For 这个 size 呢，你可以选择 either dual key。或者是5房4厕的单位，那入门呢不会马上看到 kitchen， 是这个 layout 的最大优势。我们来看看整个客厅，20尺宽，完全可以让主人家轻松的设计摆设。那来到那个 balcony 呢，很多人以为哇 balcony 大到外面去，其实没有啦。balcony 的 size 呢是这里有 doors 的地方。那 balcony 不会太大，也有方便于节省空间哦。厨房干湿分离，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个 cocktail bar， 和朋友看着 lake view 小酌两杯。那我个人最喜欢的肯定就是这一个 wet kitchen 了。那 wet kitchen 虽然说不会太大，可是呢你要煮啊要炒啊都 OK。 那连接这 wet kitchen 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yard area， 可以放洗衣机干衣机，还可以储存一些杂物哦。选择 dual key 的朋友们呢，这里就是你的 studio 哦，你会有属于自己的 individual foyer， 自己的浴室，自己的 balcony， 自己的 pantry。 那这样子的单位呢，你可以选择拿来做自己的 work office，或者可以把它选择租出去。那这样子比较有 privacy 的 studio 呢，在 BJ 市场价大概每个月租金1000多令吉。那在 living room 的旁边呢，我们首先来到我们的客用洗手间。那之后呢，我们的左手边会是我们的 third bedroom。 那这个 third bedroom 不只可以放一张很大张的床，而且还是 lake view 哦。那接下来带你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 Junior Master Bedroom。 为什么叫做 Junior Master Bedroom 呢？因为它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洗手间，采光也很好。那我们看完 Junior Master Bedroom 之后呢，就带你去看一看我们的重头戏，也就是我们的 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顾名思义，它的整个 size 很大，那可以放进 Walk-in Wardrobe，当然还有属于自己的洗手间哦。那这个洗手间呢，除了采光很好以外呢，你还可以坐着洗澡哦。个人觉得这个项目真的很适合自己住，因为环境优美又比较安静。只是说呢，如果要买东西啊还是吃东西呢，就唯有开车出去还是 Grab 咯，因为走路呢是去不到任何的商店的。那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呢，欢迎 PM 我们和我们取得联系。我是 Melissa， 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和你一起知房买房看房，记得 like 还有 follow 我哦，拜拜。